力怕，是古力怕，蛋不见了，DNA 不见了啦！出来了，出来了！你看，就叫你等他一下嘛。他好高兴哦。太可怕了吧！然后哎呦，小象。对呀、啊。马象。好可爱哦。他的名字里面到底有几种动物啊？这个也可以点吗？这个。哎，鹦鹉螺，鹦鹉螺的那个也太偷懒了吧！你拿百科全书点鹦鹉螺，这真的只写鹦鹉螺。啊、不然你想要什么？我的，快点，我的五齿翼龙，哎、欸，五齿翼龙，不会我敷又失败吧？没有吧？牛奶应该不会吧？不好说。买差。哎、欸，好了，不然你借我拿去挖几个化石看看啊。去打很多很多那种。会有就有。来啦，借我，效率跟耐久都，而且圣甲虫稿子它能附到的膜也比较好。膜。对，附膜。膜。真的假的、啊？我去找个化石挖。如果我有挖到圣甲虫宝石，表示请欢呼一波。吓死我了！我想到我的超死。哎、欸，等一下五齿翼龙的蛋，哎、欸，五齿翼龙我要放在哪里啊？那里。哦、我随便我随便找一间屋子放好了、啊。你们等一下不要随便进屋子哦。哈哈。五齿翼龙。好了。哦。哎，我去挖几个化石哦。中了吗？所以你要看他有没有是不是，看会不会高几率圣甲虫宝石。讲是抓吗？讲是这样讲啦，哪里有化石啊？我找一下。啊，有，来，会时机埋土里。哎，没有啊，我还是挖不到圣甲虫宝石啊。哎，不是啊，我觉得错过啦，哈哈。我觉得这可能真的是血统问题耶、欸，我就是挖不到啊。然后简单一句话了吧？啊？简单两个字啊。臭，那本来的一句话你是想讲什么？你就臭。毕竟是养还要让它那也才多一个字而已。可以啊。其实我有一个疑问，就是如果这个圣甲虫的金稿坏掉，要拿什么修啊？不会跟我说要拿圣甲虫修吧？不好说。不知道哎、欸，不知道。他刚是不是把我化石炸了？哎、欸，苦力怕把我化石炸了，这个恶劣人。恶劣人。有吗？没有啊，还是挖不到啊。有臭！哎、欸，这真的事实证明，不是拿什么，不是稿子的问题，是人的问题耶、欸。好啦，不要哭了，我知道你就臭嘛。你妈才，好啦，我要回去看你们在家吗？那个失败砖都不见了。对啊。还你啦，臭糟糕。我想看，哦，看起来好像很帅哎、欸。是很帅啊。所以几率有提升吗？哎、欸，看来是没有。没有，他没有。你等一下，他挖到了。不是我的五齿翼龙嘞，你的五齿翼龙？哎，毫无疑问的把他搞丢了。为什么？不是我太小只了，被关在那个哪边去了？飞走，他飞走了。会不会太小只又躲在奇怪的地方？飞走，他一出生就会飞哦，这么厉害啊！我都不知道还我都不知道不用学走就会飞的哎、欸。这么夸张？他们都说飞走了哎、欸。好吧。耶、yeah. ，没关系，反正我还有第二只啊。如果第二只失败就好笑了。一只死了，还有两只。嗯，对啊，一只死了，还有两只啊，没错啊。就是两只根。不是，怎么会这么奇怪啊？就是六根组一个。对啊，我觉得应该要附近找看看啊，附近找看看、啊，如果有声音的话，应该就还是有机会。吵死人的声音。不知道是不是、欸？好了，我这次专心盯着它孵出来好了，那好不好？给我木稿干嘛？哎、欸，孔子鸟，孔子鸟，乐谷可以借我一根碗碗吗？乐谷，那是法师的吗？对啊，拿去啊！好，不要让取鹅，你们分析仪上面太可爱了吧？很可爱啊！哎，陈思范，嘿，你的物质医用不用看了。哎、欸，有那只鸡龙啊，怪物啊，救我啊！有一只鸡龙，哎哎哎，好丑、喔，好大啦！哎、欸，还真的破掉嘞、欸！等我一下，我要看。好好好，给你看。先
先处理好，先处理，先不要弄掉。我看，我看，把他拉出来关着。我关游戏了，拉出来关着，好了。有种可怜的生物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真的是怪物吗？对啊，白痴哦，培育失败啊，救命哦！哎、史莱姆、会有史莱姆球吗？哎、有，地上这个有史莱姆球，我拿到了。对，那你把它关起来，无限繁殖。哎、对啊，把它关起来，这样就无限史莱姆球了。好聪明哦，你们。赞呐、啊！好，这样，这样。防损血。有，围起来了，围起来了，围起来了。可是你要怎么出来啊？我有地毯。好，我来帮他取个名字啦。我来。哎、为什么我又失败啊？他在这里。苦力霸是苦力霸，蛋不见了，DNA 不见了啦。哎、你可以帮我一下吗？好了，好了，围住了。上面要围，上面也要围，上面也要围。我在猜，这么会爬哦？这边是史莱姆的概念吗？可是我要先帮他命名啊。好，命到了，好了。这叫什么？啊，因祸得福巧克力。那，那你可以 TP 了。不是啊，我的翼龙就这样又爆了。然后你要不要挂一下？干嘛？怎么了？要不要看我试射？要射咯。呜、再一次。DNA 还在 ，DNA 还在。等一下，不能炸。你为什么里面会有一只苦力怕？DNA 还在。为什么里面会有苦力怕？不是啊，培育失败变成苦力怕啦、啊。真的假的、啊？他是不是出不来啊？帮我引出来啊！我射他。怎么帮你引呢、啊？我在把门拆掉，他就走得出来了。他是因为门走不出来，我先把门拆了。啊！不可以爆，不可以爆！我的小孩的 DNA 在那边。啊！不要，要不要！好。我的小孩，我来救你了。你的小孩 DNA 在我手上哦。你的小孩在我手上，兔子，你要出多少？他爆第三个培养槽。你的培养槽可以借我一下吗？我好害怕哦。应该不会吧，各位观众，我这一次还会爆吗？要走快，好害怕哦。要走快放。好啦，放了啦。我要先出去避难了。大家快点撤离。快跑啊！我这有这么夸张？我的小孩这么难养？怎样？然后你那只忘了吗？甲龙，甲龙，不要在空中摇屁屁，甲龙。我看到了，你那只到底变多大了、啊？然后你要不要上去顾人家？你要不要去顾一下人家？我不知道啊、欸，等一下，有啦，他明明就在跑，一桶牛奶就跟你说可以弄到满吼。我还有在跑，你根本没看嘛？有哎、棒棒屁屁，怎样？什么东西？宝石搞高用那个这一片就可以修了，赞啦！哦，赞啦！我跟你讲，这已经到99%，如果这个再失败，我就把你给炸了。又要把人家炸了，那我就把你给炸了。记得喂甲龙、等一下再说啦。失败！不是，这已经99%了，还失败，这真的太夸张了，我就怀疑这蛋是不是针对我啦。要了不多，失败就好。靠！不是啊，真的要随时举枪。你有办法一枪把苦力怕啊？有了。我正想说，你有办法一枪把苦力怕弄掉？好像不行。那你举枪也没屁用啊！你举枪自尽的、哦。你都有臭蛋。鸡蛋，臭鸡蛋。看谁买到手榴弹。然后在哪？走开。不是啊，真的想问啊。有了，劈了，大哥。别人的。真的。生在墙壁里耶，你有病啊你！他骂他，我的天，怎么会生在墙？我差点以为我的小孩又要死掉了。我是觉得、没死就好了，没死就好。哇，吓死我嘞！好，辛苦了。那个，下次直播再见了哈。原则上就是六或日啦，下午2点会直播这系列这样子。那我们就下次直播见啦，想要。追直播的记得追随，帮我按一下哦，开台就有通知啊。没有，没有时间看就看直播记录频道吧，赶快去订阅一下。OK， 下次直播见。隔壁的啊，对啦，隔壁兔子阿比跟发血都可以订阅一下，好不好？操你！大家拜拜啦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谢谢你的观赏，还看得开心吗？喜欢的话记得给我一个 GP 哦。
也欢迎按赞我的粉丝团，锁定我更多动态。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